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，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、反干涉重大斗争，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、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。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和核心力，保持战略定力，发扬斗争精神，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